红。妹妹在后面，赶快！你走后面干嘛？我没有穿内衣。一看到有门缝，直接闯进房间，尖叫声不断，妹妹们惊慌失措，连忙找地方躲。我爱黑社会突袭单元，被网友怒批，看得很不舒服。你是我啊你！洗好澡只围一条浴巾的小薰也被剪进节目里，陈建州继续往房间里走，妹妹们赶紧找抱枕遮挡在胸前，画面再度曝光，网友斥责太夸张太恶心，这些女生当时也才十几岁。她最疼就是 Apple， 她叫小薰，她会比较疼，而且会换，但一开始是丫头，然后后来换成鬼鬼。女生感觉说她比较疼谁这件事，你不觉得很恶吗？11年前，黑社会妹妹齐聚一堂就透露陈建州会有比较疼的人，还会私底下打电话约去看球赛，每次人选都不同，就让小 S 忍不住直言反酸。那你真的讲到夸张了，我们应该报警。酒池肉林啊，陈建州，你是什么节目啊？我爱秦始皇。带着一群妹妹上节目，网友直呼以前看觉得好笑，现在看觉得恐怖。如今黑人被大雅指控性骚，昔日和妹妹相处的种种行径重新搬出被放大解释。三立新闻蔡志成为台北。